2015爱天使正式启动。耶、小朋友早上就说要吃凤梨酥啦，所以就一起买了。哎呀，而且他们也很辛苦。要皮蛋吗？不用，我们要分给大家吃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这个凤梨酥好吃吗？啊，好吃好吃好吃，超好吃。我们在此要特别感谢啊，这个丰泰文教基金会在啊林董事长的领导之下，积极的投入到我们云林县的各项公益的活动里面。曾经也举办过非常盛大的一个啊路跑的活动，今天在岁末的时候呢，特别为我们云林县这些爱的天使们，我们弱势家庭的小朋友举办这么温馨的一个团圆活动，而且在活动里面还穿插了很有意义的包括才艺的表演，尤其是让小朋友们能够亲身的来体验哈雷的雄风，哦，仅仅是加不干单的地方啊！我们要感谢所有为这些天使们平常默默的付出他们的爱心，社会各界的人士呢表示由衷的感谢之意。这些小朋友们在我们悉心的呵护，在我们尽心尽力的啊这个带领之下，我相信他们的成长一定会充满的欢乐。他们未来的成就绝对会非常非常的辉煌。加油加油！加油！这个丰泰文教基金会是在1981年由丰泰集团的创办人王秋雄先生哈，他本珠。关怀社区，回馈社会，也就是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的理念哈，在1981年成立。它最主要是以兴办公益事业、发扬学术文化、造福社会为目的哈。今天办这个活动，很感谢您的莅临。我们透过这个活动，让各位亲爱的小朋友都有一个多元的尝试机会，实现你们梦想可能的一个可能性。好